怀玉今日出席街舞比赛担任评审，也同时首度表演了他的新歌曲。不过 Yuki，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哎。超紧张的，越来越好多。你又唱又跳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 Yuki 平常也是很勤奋的，在保持自己的唱跳功力哦。我的那个课表没有去，就是舞蹈课，然后歌唱课，所以这两个课是一定都在上的。因为舞蹈跟歌唱，其实在我们现场在边唱边跳的时候，它是占很重要的一个。Yuki 看来如此努力在自己的事业上，前阵子却有报道指出，因为 Yuki 有太多自己的坚持，导致专辑延迟发行呢。我觉得这是跟唱片公司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，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主轴其实都是唱片公司在主导的。小记者秀到好浓的官腔味儿啊！报道。